剧团是阮阿所创的一段，然后这部那些美好时光的首部戏，就是阮男女剧团来创的第一部戏。啊，因为这部戏是咧讲一寡咱六十年代以前乡下埔美军伫遮时阵，一寡八年伫遮咧探家，伫遮生活的一寡代志。所以迄个时阵，乡下埔就是足有名。迄阵啊，八年的生活，去探钱足容易安尼。啊，所以这款戏就是做六底，美军遐一寡，有些是真实的。遐个故事，把它演技，在我们这部戏里面呈现起来，大家看。啊，因为我听是黄国光是苹果剧团的团长，伊做儿童剧是做要二十年啊。啊，我看伊这二十年来在部这苹果剧团翻儿童剧吼，非常辛苦，非常啊嘛解处理，有一寡副教育性。所以我这不甘心的人，我退休了后是讲我嘛来创一个迄款不同年龄层的剧团啊，吼，一寡不同年龄层会当来观赏。方胖团长吼，团长啊，我问你，听讲你过去盐埕埔吼，嘛有一寡足趣味的代志呢？是啊，因为过去盐埕埔啊，因为美军伫咧遐吼。一寡巴黎吼，伫个遐咧趁食，他们因为趁钱，趁个美金吼，是在咱台湾人来讲吼，是足好足好趁，足好开个吼，趁美金来花费啊。所以我以前我的本业就是咧做美发，又开汤姆店，所以他们因若来互我洗头的时阵，因拢是逐工洗，逐工洗，但是伊身躯就是拢分泌啦，就味啦安尼。你是不是有一寡？有一寡就是含遐个军人吼，含遐美军诶大兵有感情，然后他们有感情，以后他们就会就会有后代生小孩，就对了，生混血。所以我诶人客吼，就是有做美国公迄个美国嘛，因为查某囝就是伫迄个原城区遐咧做伴，所以他们就是跟大兵有了孩子。因为大兵回去了，那孩子就是他们在养，就是阿公阿嬷在饲，所以阿嬷来洗头的时候，都会带迄囡仔来，囡仔有够水，有够古锥的，所以阿公阿嬷，我拢叫讲是美国公、美国嬷。哦，就是安尼哦，这剧情内底有了对啦。剧情是有引述对啦，但是都是有电视安尼的故事啦。好，谢谢。